拍戏啊，年龄太高，不顾自己性命去玩吧嘛。我知道的。后来不知道哪拍电影，但我也都记起。咱常常说变成干爸过母的兄弟呢，啊，回来台湾哦，啊，你就插鸡脑出来，讲要替你的妈妈找真相啊，讨公道啊。针对我的妈妈，啊，我的妈妈跟你妈妈为什呢？我的妈妈也无你别家邻居一个家。后来过得精彩。我的爸爸有莫名其妙割地赔款，将永兴集团 5% 的股份给你呢。我唔知是安怎，你对我弟这么亲，我从来无希望龙哥龙家散脱。我无可惜，我是龙家子孙，是为去乌白母，去做出伤害爸佮永兴的代志。你即马是伫暗示啥？讲清楚。我无咧暗示啥，我是想借这机会讲出心内想法尔。永兴集团是爸一世人的心血，你是爸的大行家，阿姨对你有真深的期待。你应该比任何人讲爱好好保护永兴才对，让伊愈来愈好。这本来就是你担的责任。你这是个垃圾哦！我煞唔知影，啊！丁小姐个家，包括永兴集团，敢你知影呀？我跟你讲，我只出事，我就要搞家己家啦。我偌重要嘞？我这里是偌重嘞？我问你，我敢会做任何伤害永兴集团的代志？细汉时阵的过去，也拢是你应该的，那是你的命。因为你妈就是别人的小三，小受一分，根本就无属于伊的感情。我妈过身这么久啊，跟你无意思。放心，讲过啊，我以我的名义，跟我妈的梦，顶面你划掉。以后，不是你为我，就是我的妈妈。干罗哥，别跟我任何交涉，你要听清楚。不要，我未讲完呢。你嘛跟我听清楚，罗安姐是我上疼惜的小妹，伊的心思是多单纯。偌简单，偌善良，你千万唔通想想，伊对你的好，想要逼伊吃病，你听清楚。你先想这啊！恁两个兄弟安尼这呢，阿妈搁伫遮开讲啊！啊，恁规个拢臭酒味，再讲，恁个规个面拢红气气啦。啊！你拄只应酬啉足济吼，行，咱紧等下房间内底辛苦洗洗，较早休困嘞。明仔是到早起上班嘞，好，行。可是有一天安杰不幸受了伤害，希望伤害伊的人，你平常时讲伊伤害伊的大兄。喂，我已经讲清明啊！我刚希望咱只做哥哥的，一旦好好保护咱小妹。哥，我只是讲话尔，你先怎这么激动，这么生气啊？好，家宝，家宝，放手啊！哎，你真正啉酒醉啊啦！唔只讲无两句话，就安尼气噗噗。哥阿嫂，喂。想要得我，敢有遐尼简单？后壁的代志会一件一件，
你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去。没事，是我无注意啦。经理，那是你啊？你有要紧无？乱呀！啊，你穿那么紧，是光头胎是无？万一把人弄着伤，敢袂紧啊？哎呀！经理啊，真正是的啦，我真正是超工的，请你莫跟我计较啦。经理。希望你来报道，手脚摔歹无？若是有哦，我替你提修理啊！别，拄着你哦，算衰啊！家啦！哦，经理啊，第对个跋倒烦恼，你是不是有受伤？会跋倒变数，所以我唔敢走啊。上好是安尼啦，讲坦白，你想要威胁我对不？经理啊，我只是小小员工呢，哪敢威胁经理啊？那呢，咱伫酒店。哎，经理！经理啊，咱们代志哦，只是意外啦，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呢。我讲出来，人家你笑啦。其实我本身哦，开销较大啦，啊，公司我的薪水又无够好用啊，所以我唔是哦，只好去酒店趴太一日啦。啊，经理啊，请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秘密，啊，若无公司知影，我就要跟伊吃家己啊。你明明就是老家的林少爷，那有需要兼差？实在是瘾很大。好啦，你要演，我陪你演。你当作我遐尼好骗，人安杰小姐昨下嘛看到你啊！哎呦，安杰小姐就看到我才去救伊啊！其他发生什么代志，我真正唔知啊！哎，经理啊，我嘛拜托安杰小姐呢，因为我答应我，别个即件代志讲出去啊！啊，即嘛找经理你啊，请你手洗下吧，好不好？哎，经理啊，拜托啦！啊！钱赚无够吼，就爱较久来加班的啦。像迄款话痨啊吼，真唔通啊！经理啊，你教是较真对啦，我一定改，以后袂该添麻烦啦。经理，那安尼你无闲，我咪惊到你啊。我先别走啊！喂，副总老大，我拄好在替你传咖啡啦。干嘛呢？啊，今晚拢几点啊？你还袂来 office 跟我讲今仔 schedule 要哪行呢？陈英雄，你昨是不是临到收过 happy 啊？还是你有做出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唔敢跟我讲，唔敢记我？不啦，副总，我无做这款代志啊！你听我解释嘛。你要解释啥？你若无反背我，是安怎周总的两个人找你去饮酒，你拢无甲我讲啊？我，你明明知影，因是一对两肥话干的白阿囝。私底下找你是有啥物好代志啊？你是你嘛看到啊？有冤家冤到叫要毙命啊！你暗时间出去饮酒？你老实讲，因是毋是爱你提供？我摕光耀汽车三亿孔明箱的证据。是不是？真正无啦，副总，遐尼严重的代志，我哪有可能学袂母啦？啊，好，睡觉。哎呦！
讲怀叔咱有证据，我一直要找到你，才甲我救走。你想我有这理由哦？这是要创啥？你听我嘛知影。李是你嘛看到啊？我王家王甲叫要毙命啊！李老师讲，因是毋是按你提供，我伫光耀汽车三亿空米上进，是不是？我要去找哥，我要找伊问好清楚。安杰，人卡弟，你当处理好势。什么意思啊？安杰，我知你上正义感，安袂敢卡弟，你真正做个大义灭亲。别去，你家过感情这么好。就是因为我感情好，我才把你接受。你是我上尊敬的哥，永兴集团失败的王国，从来买是伊的。你现在都没做就没经过的代志，你是王子，不是贼啊！可是什么款人，你根本就无了解。细汉的时阵，我爸出过意外，我变个足惊，乌的嘛唔敢睏，是因为一案。在我眠床边打地铺，陪伴我安慰我，我才有法度倒倒恢复正常。对我来讲，伊那是阮哥，嘛是我的守护天使，你知无？你阿哥过去，我确实无了解。所以嘞，所以嘞，你怕什么那走？我唔知。我刚才知影你讲到一件代志，就是你的出现确实造成够足大的压力。即马够不够安尼啊？你已经赢，你即马出头还够坚固，你赶紧找爸，去爸面头前把个人代志拢压压出来。去啊！你现在都唔去？是甚物代志？啊？咁足严重诶？确实足严重诶，严重到我都毋知影要安怎做才好，即当找肉参相，看要安怎甲过大三工啊！啊，你着紧讲啊！啊，你是要我急死哦？啊？我发现过私底下摕光耀汽车酒庄诶孔明相，数目至少有三亿。这装饰品应该有发生作用，唔只会当让罗恩杰进在袂掉的，直接甲他父母讲，一切拢在文雅计划下进行。接下来，等我陆家凤姐叔叔上电话。喂，张经理哦，麻烦你看咱这间贵宾室卖有联合人礼拜。哎，等下。你大头领讲的这指控是足严重的呢，啊？你还有凭有据啊？我当然无可能无偌久啊。妈，你敢会记得过月就要说服爸收购光耀汽车，总共请咱去赛车场看伊比赛迄天？你会记得啊？你敢够为着伊跟恁爸冤家嘞？恁爸都咧怀疑讲哦，伊去停了光耀，是因为要建立伊家己的小财库。所以你爸意思是，你爸又是真的？迄天咱两个在附近散步的时阵，我就看到朱总的爸仔甲过查来讲话，看起来讲得真无欢喜。但不过，这看到嘛不代表啥。我发现的当然唔那济啊。